同学们，前面我们学习了内耳着地，下面呢，我们接着来学呢平耳着地。啊，平耳着呢，就是在内耳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了。从小学我们就得上中学了，但是它不是最完美的，不能呢展现出你这个利用科技的技巧来进行滑行，用合力滑那是最完美的，滑起来不费劲，动作非常潇洒啊。所以这个平耳着呢，它也是个过渡阶段，也不是最完美的。是吧？这个平时直击是怎么招呢？下面我来做一个示范动作，让大伙儿来看一下了。啊，腿靠拢，平时招，腿靠拢，平时招，招地的位置和那个前面那个要求都是一样的啊。腿靠拢，脚底下靠拢啊，是平儿来接体重啊，平儿接体重。这里头呢，在平儿招地当中啊，有一个小技巧。这个技巧非常重要，当扶腿啊收回来以后，靠近你支撑腿了，到这个阶段了，你在招的时候啊，不要那么很轻的撩的这么招不行啊。怎么办呢？到这儿来以后呢，我先跺一下啊，来了以后你看，给他一个小动作，他果断的给他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给他一个强刺激啊，给他个强刺激。在你的思想里头啊，就记住了，我招地的时候呢，要平时招了，狠一点的，这一狠，你是不是记忆就加强了，刺激加深了，啊，印象也非常深，你肌肉的感觉也非常深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动作给掌握了，从原来的内刃很快就提高到平刃，要求是这个动作了，是吧？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非常果断的到那儿，啪一下就摁下来。这是练招地的平时招地的一种方法啊，尽快的把这个动作掌握。落地动作，平时招，对，这就是平时啊啊，一瞬间这个平时动作。哎，脚靠沿，落地要果断。脚靠沿，落地要果断。大，大，大，有个落地动作。大，大，大。哎，这动作做的不果断。你看，这腿来到这儿以后吧，你看就靠拢吧。那到这儿以后，靠拢以后啊，大，我给你踏一下，啊，踏一下，你靠沿了吧？靠沿，平劲了，踏一下，挂，一下就把它摁在这儿了。一下就定位了，不要做太大，低点，贴着地面，哎，贴着地面，看是不是平印，是平印的落地，大就果断就在那儿了。左脚还不是内印了吗？刚才咱们学的是成内印啊，你看是内印动作，现在学的是平印啊。你这个左脚现在，哎，你扶着我的肩，哎，这个左脚拿起来，哎，拿平印，这样刷，这么找，记住没有？来，再做一遍。哎，摆正，落地要果断。平时着地三句话：腿靠沿，脚靠沿，踏地要果断，就是三句话。这就是你动作要领，动作的方法啊。通过它，是你平时着达到一个最佳的、最规范的一个动作。随着你滑行时间和距离的加长，轮子会被磨偏，经常调换轮子的位置是延长轮子使用寿命的最好方法。你可以把同一只鞋的轮子同时调转180度，也可以把两只鞋的轮子互换。谁能很好的保养轮鞋，这就能在滑行中得到更多的乐趣。同学们，下面咱们来学练倒滑。怎么才能把这个倒滑滑起来呢？咱们前面有个引导练习啊，叫呢
倒画葫芦。这个倒画葫芦啊，要求呢，这个两个脚啊超出你的肩宽，啊是后内八，后内八站立，后内八站立呢是往两侧推蹬，后内八站立，腿直轮正，往两侧推蹬，而后呢是把它变成前八回收，这么来进行反复。先是呢，两脚站立，比肩要宽，腿要直，轮要正，站好了，啊，往前两侧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啊，往前推推，推完了是呢，变成前八收，啊，后面把推，变成前八收，嗯、变倒滑，两手放在前面，两手放在前面，哎，两手放在前面。两手放在前面，那、哎、你这就不对了，啊，你这不对在哪儿呢？这两条腿的膝盖啊，不能内扣，站起来哈，站这儿，这两条膝盖啊，这是直的，啊，内支撑，啊，变成呢，变成啊后外八，后外八，哎，两条腿后外八，腿转过来，这样的，啊，两手放在前面，完后你往两侧使劲，哎，往两侧使劲回收。我俩这使劲回收，哎，这就对了，这个脚就太窄了，你太窄就蹬不出去了，蹬宽一点去，蹬宽一点完了再收回来，我推蹬，蹬直了回收，慢一点的推蹬，哎，看着回收，再来推蹬回收，上去稍微抬起来点，体会这个脚感啊，慢点回收，收到底，哎，靠拢，再做下次上去稳靠拢，哎，稳靠拢，再做一次，靠拢，蹬开回收，往前前推蹬回收，推蹬回收，推蹬回收，好。这里有一个身体啊，我重心的位置啊，一定要放在身体这个轮的正中间，它重心，那两手抬起，看到没？不能前也不能后，抬起来，看到没？正好放在轮的正中间。这是它的重心位置，啊，你说它往前了就走不了了，它往后就扎过去了，正好是呢，在身体的正中间，在这四个轮的正中间，这么个重心位置。倒画葫芦的练习可以让你体会向后滑行时侧蹬的用力方法，它是倒滑的基本练习。为了初步适应倒滑的感觉，你可以先在别人的帮助下进行倒滑推小车的练习，为下一步进行倒滑的其他练习打好基础。所以呢，咱们前面吧，练了呢收腿动作呢两个招地动作，啊，一个是内人招，一个是平人招，这个呢两个动作只是个过渡阶段，最标准的、最规范的招地动作应该是外人招，啊，腿靠脚靠，外人招，落地要果断。你看我这支撑腿滑行，滑行这不开始蹬了吗？我们前面不学习蹬地方法了吗？一蹬这个腿不出去了吗？啊，你一出去，你继续往上一靠，你看，这不就是外刃吗？如果你要着地是平着着，或者是你脚是这样的，那你就出不来外刃。你看你咋出外刃吧？你这个脚就往这儿放一放，不是内刃就是平刃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外刃着地的时候，它得有条件，有什么条件呢？就是你支撑腿必须做到三点直线，往侧蹬。有了这个动作，你腿你看一靠，是不是外刃？注意这个动作啊。三点直线侧后蹬，腿靠脚靠，果断外刃着地，它就是很准确的外刃动作，这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，这是最标准的，是正动作，是吧？过来，一二一二，注意看啊，注意看，
二，一，二，腿靠，脚靠，外一招，右果断，就变成这句话了。这个动作必须得配合你的三点直线侧后蹬的动作，你得蹬出去，蹬出去，你向你的支撑腿靠拢，一靠拢靠严了，本身就是外刃，这是个最关键动作。如果支撑腿做不好，这个动作也出不来。蹬靠，外刃招，外刃招，哎，这个有外刃了，配合，摆臂。膝盖靠，脚底靠，哎，动作做的要幅度大一点，哎，做明显的动作，脚底靠，外刃招。刚才你这个动作吧，就是支撑腿做的那个不标准，是吧？支撑腿做的不标准，支撑腿你看你没蹬出去啊，你没蹬出去，这个腿就没地方放了，就从这儿放这儿放，你看这不是平行了，除非你外刃出不来，是吧？你再配合支撑腿的蹬，支撑腿的蹬出去，啊，得蹬出去，擦。看到没有，支撑腿蹬出去，你得出来，出来位置了，你才能有外刃才能出来呢。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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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有？要大胆一点做。好，转回来，配合支撑腿，腿靠沿，落地要果断，用外刃。下面练习双扣弧停止法。双扣弧停止法的这个基本要领是，在做扣弧之前，两条腿呢稍微并拢，啊，比肩稍窄一点，重心呢落在两条腿上，两条腿是呢腿要直的，啊，腿要直，轮要正，是这种状态，把重心呢往后移，移到后两个轮上来，往下做，开始呢两双条腿的往里头内扣。啊，双腿支撑，看清楚没有？看清楚。哎，你的这个基本要领就是两条腿呀，平行比肩稍窄，双腿支撑，腿要直，轮要正，往后坐，双条腿的前弓扣，移动重心啊。上腿并拢，双扣嘛。哎，双扣，做双扣。哎，你这没转过来，啊，没转过来。过来，一开始做的时候啊，是这个双条腿，你看，这不这么支撑的吗？往后一坐，啪，这么扣的，啊，你那是脚是这样分开了，是这样了，那就不对了。你看看，进楼，扣，哎，这个对了，啊，这个不对了啊，这个你看你做的时候，这两腿并拢了，这并拢的重心移不过来，就不好平衡了，是吧？你这样的，这样两腿再是岔开一点，哎，这样的。再靠拢一点，哎，是这样的，腿弯曲，啊，弯曲以后头抬起来，哎，哎，啊，你看那小姐做了没有？扣，你看别低头啊，不能抬低头，你抬头不撞上了吗？啊，抬头来，哎，这个好，把那手拿起来，做点准备啊，拿起来做点准备，扣，哎，这个好一些。利用双扣弧停止法停止的方法是，滑行中双脚支撑前后错位，停止前身体呈内倾状态，重心移到后两轮支撑，急速转弯，双脚前弓扣，改变直线滑行为转小弧滑行，用左脚外刃右脚底刃前推制动。三变刃啊，它是为了获得合力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是
怎么才能把这个变身就是变过来啊？你得如何具备这种能力和这个技巧呢？那我们用两个动作来练一练这个变印，也是分解来练练这个变印的能力。下面我再来给做一个第一个变印啊，第一个变印就是如何呢从外印过到平印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技巧就是这个扶腿啊稍微再往前带一带，扶腿稍微往前带一带靠拢，它就出外印，这个身体就摆动起来了，是吧？身体就摆动起来了，就出这个动作了啊。看一二一，这个重点就是练外刃的动作啊啊，落地需要果断，这个腿往前带点啊，一二一，看到没？哎，咱们哪个同学再体会体会，靠沿宽移动，好大一个。扶腿往前稍带一点，靠沿往前带一点，动作不要拿太高，哎，动作不要太高，哎，外动作出来，哎，穿移动，哎，扶腿往前带一带，低一点的，哎，身体让它摆动起来，有这种感觉，哎，身体摆动的感觉。啊，看到身体有摆动了吧，这就是惯例。啊，它一出外印，你看外印变平印，有这个动作了。哎哎，让它有个摆动，哎，摆动的目的通过变印啊获得惯例。一定要把这个扶腿啊往前靠，靠往前靠一下，一着地它落地要果断，是吧？臂摆起来，臂摆起来，这个配合动作。哎，膝盖靠，脚底靠，身体要摆动。哎，落地要果断，外刃，哎，重点要出外刃。好，这个外刃出来了。哎，练这个摆动，哎，这个外刃着地动作。哎，你看他这个吧，这个右腿啊做的比较好一点，你们注意看啊，来总结一下自己。哎，靠沿外招，身体摆动，往前看，哎，找感觉。三辨刃技术辅助练习，使你能体会到通过轮子的辨刃，身体左右摆动的感觉。这种身体的摆动，为你今后在使用三辨刃技术滑行时，更好地利用合力蹬地打好了基础。现在做的这个动作是倒滑虎钩步过标，它的难点在于滑行当中头要正，然后倒滑的时候吧，眼睛要看前面，不要看自己的脚底下。再一个就是不要撅臀部，撅起臀部的话那么就会重心往前移，也就是说会往前摔倒。有一个小窍门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是上体一定要直，然后靠腿部的力量打开，然后靠脚后跟的力量收回，就说脚尖往外蹬，然后脚跟往回收。同学们，前面吧咱们练习了这个三辨刃的一些辅助练习，
这都是辅助练习方法，使我们能掌握三遍印的一些技巧，做一些强化练习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是正常的把这个三遍印呢用到你这个蹬地当中去，把它变成一个规范动作，你得合理去运用它。在这个运用三遍印的时候呢，这里头有一个每一个区段的长和短的问题啊，你这是外招招多长时间，平印多长时间，内印多长时间，是吧？这里头我说一下啊，这个外印招是个过程，这个时间呢很辗转啊，它支撑腿有点滑行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单脚支撑滑行过呢，它只是短短的一段，不要太长，然后过到那平印上去，过到平印上去呢，我们刚才滑上你不有感觉吗？我身体摆动起来了，是吧？从外倾倒过渡到垂直的一个状态，又过渡到呢内倾倒，是不是有这种过程？哎，就是你外倾倒的时候是外印过程，你身体垂直的时候是平印过程，你身体内倾倒的时候正好是内印过程啊，这过程不要太长，只要完整就行了，获得这个身体的摆动就达到目的了。然后呢是蹬，这个是个关键啊，蹬的时候这个距离稍微加长一点，节奏稍微快一些，合理的把它规范的运用起来。运用起来外招的时候，这个第一方向哪招呢？这扶腿蹬完了过来了啊，是外刃招了，到这儿招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位置上靠拢了，往前稍微要带一点，带到这儿，这个支撑腿不出去了吗？支撑腿出去已经到这儿了，这个腿在这儿放，放一着地正好落在你身体中心的下方，这应该这不是出外刃了吗？啊，这个扶腿呢稍微往前带一点就可以了。一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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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稍有这过程就行，正常的走啊，把它做协调了就行了。腿在靠沿，抽蹬宽移动配合那个动作。好，一摆起来，哎，靠沿往前带一点儿，哎，宽移动起来，不要忘记宽移动，抽蹬宽移动要有这个配合动作啊，就外边才完整。哎，往前带点，好，哎，他这外人出来了，哎，他那身体这个摆动吧还不太协调，你注意看看看他，看看，哎，要协调了啊，这个稍微好一些，要配合那个侧后蹬和宽移动，哎，腿靠拢外人招，配合这个动作，配合这个动作，哎，配合这个动作吧，这个腿靠拢就出外人了，一出外人这个三边刃的动作就完整了。三辨刃技术不是为了改变蹬地形式而刻意辨刃，辨刃的目的是获得合力，来增加蹬地力量。只有在长期的练习中不断熟悉技术要领，你才能在今后的滑行中滑得更快更省力。